来，咱们都吃饱了，打架了都。对，欢迎，谢谢，感谢三姐。对，咱们进来的各位姐姐叔叔们也可以把直播分享一下，把这个点起来。又在打架了。我切小块小块的吧。嗯。来，对，欢迎。昨天没有直播，昨天我有点事啊，家人们，昨天有点事我就没播，今天就开始播了。吃饭了吗？还没吃，一大早就来忙了，现在都还没吃饭，现在喂猪喂鸡什么的。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能听到那个鸡的叫声吗？应该听不到啊。听得到，应该听得到。能听到吗？想我了是吧呀，真好，谢谢。对，咱们把赞赞点起来。中午好，咱们把赞赞点起来。谢，感谢姐姐。哇，太香了这个。这挺甜的，知不知道我们这个是什么呀？很香。听到鸡叫叫唤了。听到吗？能听得到吗？旁边那个是你什么人？你们猜一下，旁边这个是我的谁？来，家人们猜一下，旁边是我的谁？对，哇，今天这个上人怎么那么慢呀？谢，感谢南姐，弟弟吗？弟媳儿。他们说你是我弟媳妇儿。弟媳妇儿吗？哦，不对哦。再猜一下，哥哥姐姐们再猜一下。对，这个南瓜很好吃的，就这样子吃很好吃的。对。先把这个弄。嗯。因为他们就喜欢吃这里面的这个籽。对。那里猪有没有猪圈有啊，猪圈有。表姐，对的。哎，这个戴翠姐姐那个。他猜对了啊！是的，嗯，我是他的表姐，这个很甜的，要不要来一口？真的很甜。来一口嘛，猪也吃，我们两个也吃，甜的很，就这样吃很甜的。嗯，确实可以，家人们，确实可以。我的网络卡不卡？哎呀，我的网卡不卡，各位姐姐们。猪都跑去玩了，吃饱了，刚刚一直喂。哦，跑那边去了，那个。哎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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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
罐子吃都能吃，这个煮来吃更好吃。很甜的这个。对。这个生吃、煮着吃、蒸着吃都很好吃的，我们老家农村里面就是这样吃的。对对对。煮。喊我阿姨，你可以喊我阿姨。好的好的。煮熟了问。不煮的。因为现在天气还没有那么冷，虽然冷是冷了，但是如果说像冬天的情况下，这种南瓜我们肯定会把它切来，然后再煮再问，就是这样子的啊。南瓜是好东西，对对对。你看他好爱吃这个。啊，这个他知道的。哦。这个每次他是最先过来的。对。那个是吧？对。这个可以。嗯。这个太瘦了，好久不见，欢迎来，欢迎所有家人们来，咱们把赞赞点起来。咱把赞赞点起来，切在这儿，待会儿让他们待会儿吃。对，先给他们切在这儿。因为现在是白天嘛，然后晚上的要现在切了都才可以。南瓜煮饭好吃。哇，我们这边很多的，你们那边多不多呀？你会做那个南瓜饼吗？南瓜饼啊。啊。会做啊。那个好吃。好。来，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会做南瓜饼的？有没有？有的打一波油，好不好？对，有的咱们打一波油。怎么都说我是你的弟媳妇呢？因为他们没看到过你。确实啊，这是我表姐啊，家人们。
不是我弟媳妇儿，这是我表姐。对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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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广西很也多，嗯，对，有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来，咱们知道咱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们，你们有没有知道我旁边这个是我的谁？知道的在公屏上面给他们解释一下啊，咱直播间的娘家人辛苦一下你们，辛苦一下大家。哎，这个倒可以、啊，那行、嗯、那行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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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那个也来了，来了。啦啦啦啦啦！啷啷啷啷啷！我们有是吧？对。嗯。你们猜一下，我们现在喂了几头猪，看他们能不能猜的。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养了几头猪？忘了，我好像那天给他们说了。说了吗？他们肯定记不住。我好像给你们说了，是不是，哥哥姐姐们？肯定记不住，我们养了几头猪。猜一下。对。但是直播间也有很多新来的家人们，对吧？对，很多新来的家人们呢，他们肯定是不清楚这个事情的。哇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就有不知道的。对，我说有不知道我们养了几头猪的。对对对。对吧？哇，来再猜一下。对，来看看，看一看，你看有好多人不知道。对。但是也有好多人知道的。也有很多人知道。是的，也有很多哥姐知道的，你看。哦，什么八金刚，还有的说四头十头，到底是几头，到底是几头，来再猜一下。哎，今天就让咱直播间的家人们去猜一下。哇，今天好多人关注你啊。对，来，咱们接下来的家人们，没有关注我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可以给我点关注啊。对，谢谢，也好吃。感谢番茄。我们现在我跟我表妹，我们回我们家养的，我们都是那种跑山猪哈，我们猪都是不关的，都是自己吃的。你怎么把这个说出来了呢？我还想让他们去猜一下这个、哦、这个是什么猪。你太着急了。太着急了是不是、啊、家人们？对对对对，我都还没说呢，我表姐就把砰砰砰的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。谢谢番茄，感谢番茄，谢谢、嗯、对，咱们没有关注我的家人们关注一下我啊，可能有什么都，哎呀，真的是，直播间你们不要提那个什么其他的事情哈，你们不要提其他事情。其实我表妹说实话，她现在能下定决心，能跟我一起，我们回农村，我们回老家，我们两人一起就是好好干我们自己的事情。其他的事情你们就不要提了，因为很多人知道，可能知道我表妹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人知道我表妹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所以说呢，你们不要说什么大城市，大城市不一定好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因为我们是没有文化、没有学问的，特别是我妹妹，她也是特别老实的人，别人她也有很多话说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很多话她说不出来，所以说你们不要在直播间再说什么大城市呀，再说什么谁谁怎么怎么样啊，知道吧？肯定很多人都知道我表妹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么既然我表妹回来了，是不是她受的所有委屈，受的所有事情，咱们以后就不提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不要再提那个什么名字，好不好？不要再提那个名字，我不想让我表妹再生气，我也不想让我表妹再难过。直播间所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支持表妹的，你们不要再讲其他人的名字，好不好？我只想就是他能回来以后呢，咱们能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就本本分分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人我们不管，对不对，哥哥姐姐们？对，咱们觉得 对那个人你不要再提了什么其他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是我表妹她说不出来，并不是说我表妹她怎么样了，知道吗？是他有很多事情，很多委屈，他说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主要是什么？主要是我是什么样的？可能很多家人们都对我的性格还是比较了解的，我是不喜欢去说那些是非。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我表妹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知不知道？知道的，很多人都支持他的，都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也有不知道的哥姐们，你们不知道的，你们可以听我们来给你们细说一下，就从头到尾细说一下。好不好？但是你们、嗯、你们不知道的，你们可以，我们可以给你们细说，知道的大家咱们就帮我表妹维护一下，咱们以后就不要再提了，好不好？哥姐叔阿姨们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表妹说不出来，但是不代表我说不出来，我表妹她不好意思说，不代表我不好意思说，但是我表妹我不想让她就是受任何委屈，她说不出来的我可以说。
他这两年经历了什么事情，直播间有很多哥姐们都知道。对，是不是？而且家人们就这样的，然后很多人呢，肯定会在这里带点节奏或者怎么样。其实我表姐说的这些，她也是一心为我好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如果你们觉得我表姐是为了我好的，对的，咱们打一波对，好不好？你说什么什么什么？不是我，因为刚刚有个人一直在带，因为我表妹现在回来了，我就想让她。有刚刚有一个人还在直播间，公屏上面打什么？就是以前很喜欢，现在很讨厌看到我或者怎么怎么样。我就想让他安安心心的，咱们就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，咱们不要提别人，我们不提别人好不好？我们也不提其他的什么事情，我们现在就是我们。安心做我们自己的事情。以后我就怎么说呢，对对，做好我们自己啊，管别人怎么去说，对不对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要走自己的路，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，对吧？所以说你们应该也看得到，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从来都没有去说过了哪个哪个怎么样，没有去提这些事情，是别人，因为我一味的忍着，别人就是一直都是得寸进尺在说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，我觉得没有必要，我不会去说任何一个人，我做好我自己就是这样的。以猪为伴。我想问一下，以猪为伴，我们农村人丢脸吗？农村人很丢脸吗？哥姐们，那没有农村的那农村人，你问一下他们，你们觉得刚刚有个哥说你只能以猪为伴，啊啊啊，我想说一下，我们农村人很丢人吗？我们农村人很丢脸吗？来，家人们，我问一下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农村人丢脸吗？家人们，如果觉得丢脸的，咱们扣一波二；不丢脸的，咱们扣一波一。对对对。因为很多人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就是见不得你好，知道吧？其实你看，现在我直播间也有很多很多是我的铁粉，然后也有很多很多是黑粉。小黑粉就是那种是什么？那种是心态不平衡，就见不得你好的那种。你看，满闺蜜都是一，他们觉得不丢脸。那咱们的祖祖辈辈哪个不是农村的？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对吧？我们就是生于农村，长于农村，我们就喜欢农村的生活。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可丢脸的。对，农村人怎么了？农村人靠自己的双手赚钱，我觉得不丢人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是不是表妹？哥姐们，你们说呢？农村人，我们靠自己双手，我们不偷不抢不骗，我觉得就很好。有人说子墨，说我妹妹这辈子只能以猪为伴，那又怎么了呢？是吧？那也是我乐意呀、啊，对对不对？养猪丢人吗？养猪不丢人吧？养猪很丢人吗？那很多人都养猪呀，而且不只是我们两个，对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农村人都养猪的，农村人都要养猪的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山里面也没什么，我们山里面就只养猪啊什么的。但是我妹妹回来，她很开心呀、啊，她不像以前那样子，就是心里面很压抑的。她现在回来了，她心情很好，很开心的。我每天起得早，晚上睡得早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对，她以前都是经常熬夜睡不着，但是她现在，我们每天晚上我们8、9点就睡觉了，就是日子过得很充实。虽然说是什么呢，累一点，苦一点，但是心里面是不是？她只是身体上累，而不是心理上累，心里不累了，对对是吧？对对对，做得很好，加油！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啷啷啷啷啷，他们对我讲，那这个可以。你看那两个又开始打了，又开始打。我们的猪，他们又分两派了，真的、分两派。对对对对对。嗯。他有两个是老大。自力更生，劳动光荣。对耶。我妹妹现在回来了，我就不想她再跟以前的事情有任何瓜葛了。因为他以前呢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可能直播间的哥哥姐妹你们都知道。那我呢也很心疼我妹妹，我不想让她在外面去闯了，我不想让她再到外面去经历了那些一个人去经历很多很多那些事情。所以说呢，我就让她回来，就是咱们一起村里面不丢人，凭我们的双手干活，哥哥姐妹你们说是不是？对啊，回农村不丢人，咱们在农村干活也不丢人，靠自己的双手，是不是哥姐们？你们觉得说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加油！好的，谢谢大家。嗯、来，咱们的家人们，咱们在公屏上面打一波“加油”两个字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因为我个人觉得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丢人的。说句实话啊，嗯、不管说，不管是你们也好，不管我也好，肯定我们的祖祖辈辈肯定是生在农村、长在农村的。对。然后后面才一步步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才会到那个大城市里面去生活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的，家人们？对，而且我们本来就是农村的，是吧？祖祖辈辈都是农民。嗯，家人们，直播间里面呢有很多人带节奏，然后就是哪个哪个对你这么这么好，你怎么怎么样？其实这个事情不是你们说了算，
这个事情，因为我本身我就不喜欢去说那么多是非，其实我心里面比谁都清楚，比任何人都清楚，知道吧？因为那其实去经历的那个人是我，而不是你们，就是确确实实是这样子的。那个什么用户766，你如果不喜欢我妹妹，你可以出去，你不要在直播间带这种节奏，你也不要在直播间说这样子的话，还有你也不要在直播间说谁谁谁的名字。我只想就是我们干活给你们分享，我们每天干活干什么活，开心聊天就可以了。但是你不要提就是以前的那些东西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就很多人，很多家人啊，很多家人都是在直播间里面带节奏，就是有一些小黑粉嘛。但是呢，咱们一直以来维护我的这些咱们的铁粉，咱们的娘家人，他们是知道的。嗯，他们从一开始看到我到现在已经两年了。但是我不喜欢别人说你，因为我不想让你再去经历，再去回忆你，就是说这两年发生的那些事情，不开心的事情，对不对，哥姐们？没事，是不是？我们不想去回忆，也不想去想。对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对对，现在都不算什么了。现在真正的被网暴的时候啊，那满公屏都是。那我都能承受得过来，就是、说实话。咱们就是开开心心的在山里面，我们在家里面干活，啊，拼我们的自己的努力赚点钱，不好吗？是不是？就是你们不要再提，就是以前的，就是谁谁谁谁，或者是什么什么事情呢，对不对，姐姐们？对，就是那个带节奏的，对。对，我就要怼他，我妹妹不敢怼，我敢怼，我就要怼他，我就不怕，他不敢说，我就敢说，真的，我很讨厌，就是你明明人家已经过去的事情了，或者是怎么样了，你非给他提。有的人说你开直播都不让人说，那我是欠了你什么吗？啊？那你不喜欢，你可以不看嘛，对不对？我是欠了你什么吗？我做我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可以评价我，就是哪里就是可能说我卡这个南瓜，对吧？你手速不快，各方面你欠的不好，对，这个可以。你可以说南瓜不好吃，对，你其他事情你不要对我道德绑架。对，就是咱们可以提我们给你们每天现在分享，就是我们怎么养猪，我们怎么养鸡，我们怎么拿什么养，用什么喂给你们，我就是每天分享。但是我不想你们再提以前的事情，让我妹妹不开心，然后。就是因为以前有很多事情，可能直播间哥姐你们都知道，是不是？我不想让你们再提。如果黑粉你们不喜欢的，就是看不喜欢我妹妹，你也可以不看，对不对？没事，这个没事没事，黑粉肯定有啊。像我这样的，你别说那时候，人家的大明星都有黑粉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你们要让我说的对了，咱们打一波。但是别人说你，我就觉得我不开心，因为我只想习惯了就好。你回来了，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干我们自己的事情可以了，对对对，其他的事情我们就不谈了，不说，就不要影响我们的心情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嗯，对，我可以怼，我骂死他。你看你一怼，那黑粉都不敢在公屏上面打字了，看到没有？你发现没有？对，被你怼的。来，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因为平常我没怎么怼他们，知道吧？我一直就是不管你怎么诋毁我，我都没有去说。所以说很多小黑粉呢就得寸进尺。像今天我表姐来了，我别人在直播间里面怼回去了，现在那公屏上面他们都不敢说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笑死了！我你把人家都吓跑了。不是，我没吓你，我没吓你们的意思，就是我这个性格，就是我不高兴了，我看到了，我不喜欢，我又给他怼出来了。你不开心，你可以不播，可以下播，为什么要下播呢？为什么要你说下就下，那多没面子呀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我们？但是你不喜欢我们，不代表。直播间的哥哥姐不喜欢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直播间有很多哥哥，你一个人不喜欢，但是不代表直播间1500多位哥哥姐姐不喜欢，是不是？来，我问一下，来直播间有没有喜欢我们两个的？有没有？有的，咱们扣一波一，我看一下有多少家人是喜欢我们两个的。你就有一两个在那瞎带节奏，我就不相信这1500个人只有500个人喜欢我们两个，哪怕有100个，我们两个都知足了，对不对？那个、看到没有？喂猪的那个桶。在圈里面还是在那里？你去拿个桶过来把它装起来啊。应该圈那里。圈那里吗？嗯。对。对。对，咱们使唤我们两个的扣一波一。对，你们都支持我表妹的，支持我妹妹的，咱多给她帮她点点赞，然后帮她打个支持，
然后就很开心了，把那些黑粉给他唰唰唰唰唰给他擦没了。你要把我笑死，唰唰唰被你唰的，人家都不敢进来了，都不敢说话了，是不是？哇，有。对，来咱们支持的打一波支持，有这么多家人们，看到没有？那些小就是有一两个小黑粉嘛，但是也没事啊，家人们，不管是黑粉也好，白粉也好，我觉得来者都是客，只要来进过我直播间，那肯定是什么？那肯定是我对他的影响力还是有。如果没有的情况下，他也不可能停留在我直播间里面给我打字给我互动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也没有必要拉黑，让他说就说，对吧？我们并不是说像他口中那样子，他说什么我们就是什么。那他不得成了什么神什么仙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没事，那个不影响啊，家人们，那个对于我们来说不影响。对，你找到了吗？啊，喂猪可惜了，南瓜，那你吃不完呀，确实也好吃，这个煮来吃更好吃，真的。对，这好吃，它煮来吃是很甜的那种。你们想吃，我们可以请你们吃，我们这里边太多了，真的多得不得了。没办法，有没有想吃南瓜的？有没有家人们来？有的咱们打一波，有这样子咱们就煮一碗，就是那个一锅南瓜，然后飞来给我直播间的家人们上车吧，上不了，这个还真上不了，这个没法上呀，家人们，这个没法上。这个好，这个你们想吃，我们可以请。如果说你们想吃的话，我们可以请你们吃。对。上那个什么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南瓜喂猪可惜了，不可惜，不可惜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晒成南瓜干呀、啊。南瓜干拿来干嘛呀？嗯。他们不是说上下南瓜干吗？嗯、这个拿来干嘛呀，家人们、嗯？我正在吃南瓜，是吧？好吃吗？做成南瓜饼上车呀。哦，南瓜饼这个好吃。可以，我也喜欢吃南瓜饼。吃呀，哦，吃的。哎，明后天我们两个做那个南瓜饼吃，可以啊。你会做吗？可以啊。现在不会做的事情，慢慢来，慢慢学，慢慢学。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会租，我们会从。我们现在的话，你们猜我们喂了多少头？我们以后会发展，因为我们这个很大的，嗯、我们这个我们包了这个山头很大的，我们在这个山头里面，这个是无人的地方，无人区，然后呢，就只有我们自己，对，所以我们会喂更多更多，对，喂了多少头？来，家人们猜一下，来，哥哥姐姐叔叔你们猜一下，对，猜一下我们喂了多少头？猜对了，请你们。吃猪肉，腊肉，对，腊肉，请你们吃腊肉，我们这边的腊肉可好吃了，我跟你讲啊。对，就是我们的猪，你们猜一下，我们一般都是用什么喂的？我们跟别人可不一样哈，肯定不一样、啊。我们这里的跟别人的喂法可不一样，你们猜我们都喂的是什么东西？20头，听响声，那南瓜肯定好吃，100头，肉长的。对、嗯，这个确实啊，这个那个，确确实实。哎呀，五头也太小了吧！那肯定不行啊。太小了，30头。那来，那家人们再猜一下，我们这个猪有多少是公的，有多少是母的？哎，对，这个肯定猜不到。对，这个肯定猜不到。这个肯定猜不到。我那天说没忘了。嗯，你们不要带节奏哈、啊，哥姐们不要再带节奏了。我们不管谁来不来直播间，或者是谁讲，任何人来，只要。不要在公屏上乱说话或者什么，我们都很欢迎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要提别人的名字，好不好？因为这样子的话，别人会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炒作呀，觉得我们怎么样，或者是又提以前的事情。我不想我妹妹再提以前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啊，就对，够两个母的，两个母的，说我们吗？该不会说的是我们两个吧？不是，我们说的是猪。啊，对，说的是猪，不是说我们俩。我们是刚刚妹问的是，你们猜一下我们喂了多少头母猪，不是说我俩。对，我们俩肯定是母的呀，我们俩肯定是母的。哦，两头母的，三头公的。南瓜，我们这你们那边的南瓜多少钱一斤呢、啊，哥姐们？
我们这边的话，便宜。你们那边是多少钱一斤呢？你那个刀呢？哦，这里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家人们，我真的太可怜了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在打。2块3块，你们那边都这么贵的吗？我5块钱一斤啊！什么东西？他们说南瓜5块钱一斤呢。哇，那我们这边便宜呀、啊！我靠，哇！哎呀，这么便宜，那么贵，5块钱一斤，我们可以搞点去那个了。对。哇，我们这边好多的呢。那你们猜一下我们这边多少？哇，对，你们猜一下我们这边多少钱一斤？哇，可能是家人们都意想不到，这种南瓜在我们这边。对呀、啊。看见小猪了？对哦，后面你看，给他们，给你们挪一下啊，给你们看看。他跑了。我们的猪满地飞呀、哦！天哪！打架的打架，我们这个给他们扛在那儿，能看得见吗？1.5块一个，吓跑了！不是，他们刚刚吃的太多了，我们从早上来一直喂。我们很早就来这里了。我们在开播之前，我们已经喂了几个小时了。对。5毛，你们那5毛，刚刚是5块，是头黑猪。全是黑的，哦，是黑的，我以为是我们。全是黑的。你们那里不能，对我们这边因为话也是，所以我们是包了一头山，这个山头整个山头都是我们的，就只有我们在这个山上，这个是没有人住的，是没有人住的。他只有挖笋子的时候才有人。对，竹笋掰完了，他们那些人都不在。对对对。嗯。最便宜的也就1块多。黑猪肉好吃，哎，那你说的没毛病呀、啊，哥哥，那肯定好吃呀、啊，姐。你还叫人家哥哥，我直播间大部分都是姐姐。哦。来，我看一下，直播间所有直播间姐姐的，咱们扣1波1，是哥哥的扣1波2，看一下哪个多。对。哪个多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哦，好。现在你可能不怎么知道，但是我清楚。有野猪吗？山里面肯定有啊。他问有野猪吗？哇，这么多亿啊！对，大部分都是姐姐。都是姐姐啊。对啊。都是姐姐吗？一个男的都没有吗？哇，怪不得我这么久都找不到男朋友。我是阿姨，是姐姐。阿姨多啊。对。姐姐多。对，是就是对对对，咱们是哥哥或者叔叔的。哦，有一个，有两个，看到有两个，很少，对，很少。男朋友呢？没有男朋友啊。男朋友在未来的路上，但是还没到我这边。幼儿园也太小了。你要说他现在可能在某个哪里哪里工作，哎，哪里哪里上班，这就可以啊。你说幼儿园，那肯定不现实呀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阿姨，嘿。那个白玉花姐姐，你不要提别人的名字好吗？不要提别人名字。谢谢我自由荣获姐姐，谢谢大家。嗯，全是姐姐，姐姐好，姐姐好。怎么不走出大山？为什么要走出大山呢？大山里面不好吗？难道大山不好吗？农村不好吗？我们是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我觉得土生土长的地方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自己看的都是好的，但是可能在外人眼里肯定是不好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的，家人们？那个白玉花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人真的，你就是来找骂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又开始了。你真的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人跟人之间是相互成就，并不是说谁成就谁的，谁没有谁，谁都不行。所以说你在这里说这句话，你就是在放屁，知道吗？哇，这个太猛了。你看，你看到没有啊？也有很多我们的铁粉也在说。就是我告诉你，我说了，我妹妹现在回来，以前事情什么事情都不要提，不要管。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吗？我问你，什么谁？那我问你，谁离开谁了就没饭吃了吗？谁离开谁他就不能生活了吗？谁没有谁他就成长不了了吗？是不是？你老这样说怎么了？哎，我妹怎么了？我问你，我就不乐意了。我问你，我妹怎么了？不是，就我就这么说吧。他们说怎么样，但是我现在我当了什么官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回家养猪，
也不行啊。对啊，你真的好搞笑啊！我发现你真的，没事，是不是？没事，让他们去说，没事。不是，我就觉得我就不喜欢那样，什么没有什么没有谁就不怎么怎么样了。我跟叔叔你任何一个人跟人之间是相互的，谁没有谁他都不行。你别说谁没有谁，到现在谁离开谁，谁也都可以生活，知道吗？不是谁离开谁了啊，就生活不了了。我们俩在山上喂猪，我们俩也能养活我们自己，不能大富大贵，但是我们能生存下去。但是不是说因为有谁我妹妹才怎么样？那没有我妹妹怎么那有个屁呀、啊！啊，来家来，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现在我妹妹回来了，我刚说了，我们就分享我们养猪，对不对？你什么你以前的事情都不要再提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已经是不是就这么说吧，我已经远离了那些是非。对。我只想过安安静静的，就像现在这样子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透露，没有什么是非，多好呀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回山上了，我们在老家里面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们养养猪，养养鸡，做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他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对呀。那没有那么多屁事儿，纷纷扰扰的，多好呀！天天睡得香，睡得早，起得早，生活又很规律。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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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？那以前什么样子你们都知道吗？睡也睡不着，啊，有的时候一天一夜都睡不着觉，真的是有过这样。然后又经常哭，是不是？那现在多开心呀、啊！回家还能陪陪家人，家里面的人啊，咱们俩有的时候是不是睡得也早，聊聊天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怼得好是吧？来，家人们，我问一下，像我表姐怼得好不好？不好了，咱们打一波好。我看不惯。因为你们我表姐的话，她是忍不了一点点，我忍不了一点，忍不了，真的忍不了。我真的我忍不了一点，姐姐们，因为我是属于这种性格，忍不了一点。因为我妹妹，她这两年经历了很多事情，你们都看到的，你们是陪着她走过来的。我也其实在看她直播啊，各个方面很多，我们家里面也在那个。其实所以说，为什么我让她回来，我就不想让她在外面去经历了更多的事情，知道吧？啊。没文化真可怕，怎么了？没文化怎么了？哎，没文化我又不偷又不抢，没文化我们也能，啊，没文化是怎么了？农村人就不行了？他就是找骂的。啊，没文化就不行了，农村人就不行了，我就不相信邪了门了，我，是不是？农村人怎么了？哎，邪了门了，我们就农村人就不活不起了。那以前像我奶奶我妈妈对吧，那个年代的没有文化呀、啊、我奶奶我妈妈更没文化呢，那个时候他们都不会讲汉语，他们只会讲彝语，对是吧？对，但是他们照样把我们抚养这么大。对呀、啊、那就不能活了呀，我的天，这活不了了啊。其实我跟你讲表姐是这样子，一个有文化的人他不应该在，不一定有素质，对，不应该在直播间里面当什么键盘侠。对，有文化的人，有的人他不一定有素质，他嫌弃我们没有文化，农村人。其实他那个人品各方面。对了，对了，嗯。饭什么的都是搞文化。也不是这么说，只是有的人啊，他人品的问题，对对对，知道吧？人品的问题，怎么了嘛？农村人怎么了嘛？哎，喂猪怎么了嘛？那没有纷争，没有纷扰，天天在山里面开开心心的，是不是？对不对嘛？偶尔烤点土豆吃呀什么的，哎、多好呀！对呀，吃吃我们的汉堡，土豆凉山汉堡，土豆加那个辣椒面，一口下去，那个叫幸福感。来，我问一下直播家人们，有没有吃过凉山汉堡的？有没有？有的咱们扣一波一，没有的咱们扣一波二。有没有吃过凉山汉堡的？对嘛，做真实的自己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去伪装呢？对不对？伪装的多累呀、啊！你看我妹妹这两年过得好累的，很辛苦，很累的，又不会做不了自己，是不是？又不能做自己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不做回真实的自己，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呢？对不对，姐姐们？你们说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不对嘛？啊？没有文化。要有修养，是的，是的，姐姐，您说的是对的啊！你看我们的猪，他们炫一圈又回来了，炫一圈又回来了，啊，多喂一点狗啊！我们养了狗的，所以我们还
还那个的，嗯，来，快点快点喂养，快喂。哦、行行。哇，你把南瓜弄到了池子上面去了，笑死了。哎，家人们看到没有？等一下，能看得见吗？能看得见吗？感觉像是给他背着一样的那种啊。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。这个放在这里，他们一天都在，就是等一下一会儿他们就会吃完了。现在有一些还在那后面，能看得见吗？就那个那里是我们的猪圈啊，家人们，那里也有鸡也有猪的，都在那边。对对对。都展示真实的农村生活。对，我们我现在我说了我为什么回来，我是有原因的。首先我不想，对吧，像以前那种合作怎么怎么样那种什么拍视频什么的，我不想去做这些事情，我只想做最真实的我，也相当于就是说对于粉丝来说也是真诚的，这就足够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呢我这个很多很多粉丝呢，他们就喜欢看那种啊演的呀或者怎么样的，对吧，我做我真实的自己的时候，他们又来在我直播间里面带节奏来网暴我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家人们，真的，这确确实实是这样子的。嗯。但是也有很多家人是喜欢我做回自己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我们两个现在是那个怎么说呀？那个养猪那个是我们两个是什么？我们两个现在是老板娘了，就差一个老板了，两个老板了，家人们。对对对，我们现在后面有个猪好看是吧？都很好看的，都很好看的。对，还没有过来玩，还没有过来玩。对，嗯。你们看，刚刚很多人说，可能吃不完了，对吧？会吃得完，会吃得完。嗯。肯定能吃得完，吃不完的话，我们两个还不想浪费那么多呢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看那么多猪，后面还有呢。这些，哎，来猜一下这个这些